魔如果来讲经说法，他所说的与理事真相不相应。那么还有一点，我们能够辨别出来，佛与魔。佛说法，大众听了之后，清凉自在。因为佛法能够伏烦恼，这个是你得益浅的，得益深的，能转烦恼，能断烦恼，所以他感受啊是清凉、自在，智慧增长，这佛法了。魔跟你说法呢，你听了之后，你会生热恼。换一句话是，你会动感情，也就是说，是给你增长烦恼，不是帮助你消除烦恼。这在感受这方面是不一样，不相同。换一句话说，佛这个魔说法了。是给你添麻烦的。